啊哈，我的好朋友给我整来了这身衣服，那我要好好的利用它。今天晨曦可不会再向社会的不公屈服了。来吧，你们这些为非作歹的坏人们，还有哪些需要帮助的人们，今天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晨曦大人的治安管理手册吧。冲冲冲，谁不听话，我直接小棒棒敲上去。熟悉的公园，嘿，那边的东西是什么？这难道在进行什么表演吗？难道是恐龙战队第13部的剧场表演吗？即使是这样，我也要警告你们这些小混蛋，不要给我整出什么岔子，万一吓到小朋友什么的，我正义的警棍可是会敲在你们的头上的。好吧，我们去这个迷宫看看，看看有没有小狗什么的在里面。哎，等等，我好像听见了什么声音，有人迷路了，我要过去看看。你好，你也是话剧的成员吗？你的队员都在外边呢，我带你过去找他们吧。既然在这样的地方迷路，你幸亏没有踩到狗，不然你这个演出可就演不下去了。哎，你们好，这是你们的成员吗？他刚刚在这里迷路了。等等，他们的热情好像有一些过头啊！你们竟然袭警，不可饶恕！你们这些蓝色的橡皮人，我今天就要惩罚你们！你还给我来螳螂拳？我敲我敲！你们这些坏人竟然完全没有把本大爷放在眼里，真是太可悲了。好了，我们去下一个地方吧。听说有群人在海边烧烤，我要去那边维持治安。啊哈，在这里啊！让我看看你们烤的什么呀？这是啥呀？喂，你们的食物都掉下去了。好，你竟然还在说非常有趣，你是受了什么刺激了吗？你们这些怪人真是太让人琢磨不透了。爷爷，您孙子给您来电话了。爷爷，您等等，我要接一个电话。喂，你好，晨曦大爷为你服务。什么？你说慢一点。啊，出现了飞蛾，那你喷一点杀虫剂不就好了吗？啥？比人还大的飞蛾？喂，你是不是昨晚又熬夜看恐怖片了？我建议你们这些市民不要每天的看一些乱七八糟的，你看你都开始出现幻觉了。好吧，我作为一名警察，我觉得我应该过去看看。就是这里了吧？哇，是真的耶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东西？放心，我肯定会帮你除掉这些的。可是，唉，我肚子有点饿了。老板，你真大方，其实不用这样的，我也会帮你消灭他们的。好吧，现在该干正事了。你们这些讨厌的飞行生物，是我的子弹吧？啊，不行，他们来回的飞行，我的手枪根本不起作用。那这样的话，老板娘，你躲一躲，本大爷要放大招了，我炸死你们！就还剩你一个了吧？给我掉下来吧！哼，轻而易举。老板娘，怎么样？他们都给我消灭干净了。哎，老板娘呢？